行，我对啉开水以后，我讲哦，我自由了，我每都要泡咖啡系，不然我以前闻到人家喝咖啡、喝好茶，我都上瘾了，跟他假婚赶快。所以说，你了解这个道理，原来没有欲望的快乐，念一下，自由自在，快乐无边。就像我跟各位讲了，各位出去卖个化妆啊，好不好？像你们今天戴口罩也不错啊，就永远戴着。我不爱给你看，水歹跟你无关的，心肝水较要紧。就像下回你头戴去中东，更加好，规天拢包条的，对不对？没人管你身材，没人管你外表，你只要心里快乐健康就好了。所以我想，快乐千万不要建立在欲望的满足，好不好？好，不要这个位爱不会哦，爱不要建立在做爱上面，有理不？你好好想，你就开花，我不会出去啊。我要在里面自由，我会把号杂波人真坏。男人像狗一样啊，有时候，当他欲望来的时候，他跟你在一起；当他没有欲望，他叫你不要来。狗还会说：“我只爱那只母狗，没有狗，只要路上有母狗，它都要。”因为它也很痛苦，因为它不懂得佛教的道理，它不懂得欲望的痛苦，它成为欲望的奴隶，不快乐。所以我看到几位同学理个小平头，你有松快不？你同后像我们最好一块肥皂从头洗到脚，一块毛巾从头擦到脚。反正安尼就解决了，简单，不执着，放下，快不快乐？各位要想好，不要在人家买好的车，我要买好的车；别人穿迷你裙，我也要迷死你。我故意卖清啊！女孩子很奇怪啊，你看我手好漂亮，我就要把它弄给别人看；你看我大腿不错，牛仔裤剪好几个洞，你故意卖清。为什么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眼睛？这种是骄傲。那你总会老吧？你老了，那你不自杀吗？所以各位，快乐是当下的，而不要把快乐建立在欲望、爱情、金钱、药品、酒烟，不自由。所以我跟各位说，今天就出狱，好不好？心里不要这些了，你在这里面就自由了。你在这里面一直想着外面的男人、儿子、金钱、欲望，你很痛苦啊，你很压抑啊，你会得忧郁症的，你会生病的。各位进来这里面一定会经常生病，为什么？心情不好，不自由啊，不能看到爱人，不能回家，不能干嘛，你就会生病。吃油也不好啊，那是吃着起毛的。心情好，身体就好，了解吗？那为什么你不接受这边呢？因为你不慈悲，这里面住这么多女生，大家同病相怜，互相关心，这里面可以爱多少人呢？所以像我们一直争取要进来呢，有当时还不爱好阿丽买呢，我20多年前就来这边了，现在比较老了，以前来为什么不让我来？听说里面的女生为我吵架啊，会花去。典狱长说：“你不要来，你来这边害我们吵架。”我也没什么办法，那好色啊，因为有些女众在画我的相片呢、啊。摸黑黑马后，俩这些黑心来倒啊！因为我那时候每个月都来，每个月都来。那时候典狱长都是女性的典狱长了，他们会说：“师傅，你不要来，你来要引起我们这几个吵架啊！”那这不能怪我，但是也没办法。所以这个就是问题之所在。各位要达到快乐，不是满足欲望，我喜欢你，而是来念一下：爱护自己，爱你的心，心要干净，心要美丽。
这最重要的漂亮。千万不要把快乐建立在刚刚讲了别人给你什么啊，金钱欲望，那你永远苦海无边，了解吗？再背一次，爱河千尺浪，苦海万重波，有爱就会痛苦，有爱就会忧虑，没有爱快乐自在。那没有爱的边挖，不是没有爱，没有欲望的爱，只有无私的慈悲，这样快不快乐？来，我教你，跟隔壁抱一下，我爱你。哎，开戏开戏。哦，这种爱多好，没有欲望。你跟谁吵过架，跟他握个手，给你给你。我，有的人说你也好啊，握手更加紧了一点啊，那你就会很痛苦。所以各位来念一下，真正的慈悲没有恨，没有恨的爱才是真爱。记住哦，我有结婚，我的太太很漂亮，家里又很有钱，那我35岁出家，我太太还正漂亮正有钱，那我很多朋友你早上出家，你某大家都要唱去呢。我还说祝福他，如果他找到一个爱他的人，我还交代我儿子，你要孝顺他。因为这个男人来照顾你妈妈，那你要感恩他，那我才出得了家。不然都一个查甫来对阮的太太，好你死，我那边出家啊！啊，就一个查甫来攻阮囝，我袂爽。所以人的痛苦来自于什么？来，占有欲、温安，看见了？我老公这两句话是最错误的这句话。我的身体、我的爱情、我的钱，这个世间这个我这个东西不存在的啊。卖功啊卖功啊，这个世间没有我这个东西。因为什么？这个我你喜欢吗？离开太阳这个我可不可以存在？离开水这个我可不可以存在？离开爸爸妈妈这个我可不可以存在？离开我们大寮女间你生命可不可以存在？夭喜。一个我的存在不能够离开太阳、水，一切一切，医生、护士、老师、爸爸妈妈，我是不是单独存在的这个我？那我现在问你，请问各位，你这个生命里面有没有太阳？有啊，因为你吃的水果蔬菜吸收太阳的能量，它才有存在。请问你身上里面有没有太平洋存在？有啊，因为太平洋的水啊养育了万事万物，所以这个我不是单独存在的，了解吗？你不要，你一定要去思维哦。所以我刚刚讲戒定慧，各位在这里面叫戒，心不要乱，叫定，禅定。啊，你要好好去想，好不好啊？起码人找你讲，你去对闭关了、啊，你什么所在？大寮了，大寮闭关所了。要闭多久？可能五年嘛，三年嘛。什么时候呢？出关，开悟就会出关了，对不对？不是法官决定你啊，是你自己决定你自己。我一定要征服我的欲望，征服我的生气，让我自由了。到外面，再帅的男人来，你是第八改，卖催我。啊，再多的钱，哎呦，晚清这住我一根照，你不会的。人家拿药品，嘿不嘿，那个破病人家，我不破病，麻烦人家是在止痛的，不是拿来我们吃的。啊，把他送到医院，送去医院，所以那你心里就快乐了。请问快乐要不要钱？不需要钱。如果快乐需要钱，我们就不能出家了。我们出家的时候，我们师父说半角都不可以炸来。哎呀，我们没听到很欢喜，这个人没钱的死了。
啊，我是善财童子，爱播爱剩啊呢。那我师父说要出家不准带半毛钱，啊，正合我意。我那时候已经想通了，钱让我忙了一辈子，太痛苦了。爱情我都得到了，很对不起我太太小孩，非常痛苦，啊，害他们也害我自己。所以我出家，老实说，我太太痛苦到差一点自杀，所以我跪着跟她磕头啊，我对不起她。我还没有出家以前，就跪着跟我太太磕头，对不起啊，我找你谈恋爱啊，啊，我让你中毒七年了、啊，我跟我太太结婚，我让你中毒七年了、啊，接下来你在该也开该别开啊，我连我儿子我都跪下来，对不起啊，爸爸愚痴无明啊，生你出来流浪啊，啊，但是爸爸现在要好好修行，做你的模范。希望你也自由的修行，但是因为我知道我错了，因为你想轮回是痛苦，你个出去个礼拜，出去个礼拜，那个叫轮回了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那为什么会轮回？因为有欲望，男女的爱跟欲是轮回生死的根本。各位听有无？所以没有欲望，你才会快乐。这个欲望来自什么？我有一个我，我某某人爱查甫，爱查某，爱睡，根本没有这个我，哪有我的？这个叫无明。所以佛教叫我们禅。什么叫禅？念一下，无我的智慧，你要开始修啊！你希望哦，师父我巴肚足疼，伊在疼，不是你在疼了。咱车那派去换轮啊，安尼那换换者新轮呢就快乐呗。但是人就执着，手是我的，漂亮的脸是我的，美丽的腿是我的，那你就会很痛苦。哪一天走路摔跤了，车祸腿断掉了，你就自卑，我坐轮椅，我要自杀，安尼，就可怜的代志。阮囝不爱插我，我很痛苦；阮翁造孽，我很痛苦。所有痛苦的根源。就是执着，或者的挂挂挂挂，我是生命的敌人。记住哦，为什么花没有说我叫花，是我们给它的名字。花都要供给矿物质、太阳、水、肥料组起来一个暂时存在的东西。请问这个花的片是不是矿碳水化合物？它只是一个暂时的存在。今天沙是这些毛线、这些布料合起来的。缝起来的，它随时可以化解掉，就像一张纸可以烧掉一样。就像各位听到我的声音，这个声音是透过这些麦克风、电线，包括你耳朵听得见才有用。所以这个声音它只是一个组合体。这个期末，我希望各位进来电以后，什么没有，就是有时间。你要好好的想，好不好啊？这里面太好了，没有手机，我就想你该妥了。这里面还有一个最好的优点，没有男人，你不会作怪了啊。所以阿弟讲，阿无查甫，我找一个查某来斗，你讨个派去。啊，你何苦？你何必那么痛苦呢？你为什么不快乐一点？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说。那你就慢慢了解了，开悟了。但是我们了解开悟，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。了解什么？来念一下：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一个人长得高矮、胖瘦、漂亮、富贵、贫贱，不是神给你，也不是上帝，也不是爸爸妈妈，也不是佛给你的。请问各位进来这里面住，难道是佛派你来的？难道是上帝派你来的？不是。你为什么会住在这里面？你讲行为反作用力，你敢偷摕物件，你去吃不该吃的物件，你这个行为判你的罪，了解吗？所以四个字来：自作自受。对，是你自己把你自己判刑的啊，因为你做了那件事情。那所以好好坏坏不要怪别人，好不好啊？